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，新年之際發表：為什麼會有人類？全文如下：為什麼會有人類？首先，借中國新年之時向大家問好。過年本應講幾句大家喜歡聽的年話，但我看到的危險在一步步逼近人類。為此，眾神佛要求我向世界眾生說幾句神要說的話。 句句天机，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，再给人得救的机会。为什么会有人类？宇宙从生成到末后，要经过漫长的成、住、坏、灭四个阶段的过程。宇宙一旦到了最后灭的过程中的末后，天体中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生存的宇宙，就将在一瞬间解体无存，一切生命尽灭。 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，而人的元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，会在下一世中转生。宇宙有成住坏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这是宇宙的规律。神也会有此过程，只是漫长。更大的神会更漫长，他们的生死没有痛苦，而且过程都是清醒的。 就像换件外衣一样，也就是说，生命一般情况下不会死亡。如果宇宙天体在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解体了，生命也不存在转生了，一切生命与物体皆无存，化为尘埃，一切归空。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，末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。 所以才会灭，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，人无善念、乱性、心理变态、毒品泛滥、不信神等乱象重生，这是天体末后的必然，就是到这时候了。创世主珍惜众神与众多善良美好的生命和天体中那些美好的做法，因此在坏的初期。 就带领一些神来到天体的最外层，统称法界外，无神之地，做了地球。地球无法独立存在，必须有相应的天体结构，形成一个生命与生物的循环体系，才能存在。为此，创世主在地球之外做了一个大的范围，众神叫三界。不到末后救到时，无论多高的神，冇创世主同意。 不得随意出入三界，三界范围内有三大界，地上众生包括人类这层叫欲界，在欲界之上是第二界为色界，再上一层是第三界为无色界，一界比一界高而美好，但都无法与法界、与法界之上的众天国相比。人类通常所说的天，其实是色界与无色界三界内的天。 因为每一界都有十层天，三界内共有33天，加三界本身。人在欲界，这是最低层，环境也最恶劣，人生苦短，最可怕的是人世无正理。在宇宙中，人的理是反的，随神对人讲的法理外，如胜者为王、兵争天下、强者为英雄等等，在神眼中都不是正理。 都是杀来抢来的，宇宙与神不会这样。可是，在人者却是必须的，是可行的。这是人界的理，与宇宙的理对照是反理。所以要回天，就得按正理修才行。有的人比别人过得好点，就觉得很好了。那是人在此界人与人比，其实都在宇宙的垃圾堆里生存而已。 三界建在天体宇宙的最外层，这里是分子、原子等最低、最粗、最脏的粒子组成的。在神的眼里，这就是宇宙的垃圾排放之处。因此，神把分子这一层粒子视为泥土，是最低层的地方。这也是宗教中所说的，上帝用泥土做了人的原意，其实就是用分子构成的这一层物质做了人。 众神造人是创世主的指派，叫不同的神照住自己的样子做不同形貌的人。
所以有白種人，有黃種人，有黑種人等種族，這只是外形不同，內在的生命是創世主給的，所以都有共同的價值觀。創世主叫神造人的目的，是末後救度天與眾生，包括眾神時所用。那麼為什麼創世主要叫眾神在這麼低劣的環境做人類呢？因為這裡是宇宙的最低層，是最苦的地方，苦才能修練，苦才能消罪業。在苦中人還能保持善良，還知感恩，做一個好人，這就是在提高自己。而且救度是從下而上的過程，必須從最低處開始。生命在這裡活得苦，人與人也會有利益的衝突，自然環境的惡劣，人為生存要勞思勞力等等等等，都能給生命提供提高消業的機會。苦能消罪業是一定的，痛苦與矛盾中人還能保持善良，就會積功德，從而生命得到提升。到了近代，創世主要用人體救度宇宙眾生時，人體中原有的生命多數由神轉生為人所替代，因為人體可以在苦中消罪業，同時在無正理中能堅守神說的正理，又能保持善良，就會得到生命的提高。末後已到，三界天門已開，創世主已在選擇這種人救度。天體宇宙在成住壞的過程中，一切都不純正了，都不如初成時好了，才會走向滅的。也就是說，天體中的一切都壞了，眾生都不像初始時那麼好了，生命也都不純正了，都有罪業了，所以才會滅的。宗教中把這種罪叫原罪。為了挽救天宇，創世主叫眾神、眾主下世，在此環境中當人，食苦、提高、消罪，重新塑造自己，從而再回天堂。因為創世主救人的同時，也在重新造宇宙。新天宇是絕對純正美好的，在艱苦環境中人能保持善念，面對現代觀念的衝擊，人能堅持傳統觀念，在無神論、進化論的衝擊中還能信神，這樣的人就達到得救回天國的目的。一切亂象都是神在最後安排的，目的是考驗眾生能否得救度，同時苦也能在這過程中消罪業，一切為救人回天國世界而為之。那麼也就是說，人生在世不是為了什麼社會成就，人生奮鬥拼搏不擇手段的獲取，這只能把人變壞。下世當人是為了消罪業，以修好自己為目的的，人來世是為了得救，是為了等創世主救回天國世界才來當人的，等待中生生世世都在積累功德，這也是人輪迴轉生的目的。亂世是為了成就眾生，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對困難求神幫助時，沒有得到滿足而開始恨神，從而走向反神的地步，甚至入魔道做下新的罪業。此等人趕快走回來，向神乞求寬恕，回頭是岸。其實人生的一切應得與不應得，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的好與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。前一世所積累的福德多少，而決定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。福德多，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換來高官厚祿，也可能換來各種錢財福分等，包括家庭是否幸福，甚至子女如何。這就是有人富有人窮，有人當大官，有人無家可歸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共產邪黨所宣傳的均貧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說辭。宇宙是公平的，生命做得好就有福報，做壞事就要償還，今生不還下生還，這是絕對的宇宙法則。天地神創世主對眾生是慈悲的，天地人神都是創世主做的，絕不會對那些生命好，對那些生命不好，因果報應，這是人生有福與無福的根本原因。
得與失的表現，在現實中看上去就如社會的正常表現一樣，根本上是生命自己造成的前因後果。但是有與沒有、得與失，在人類社會的表現上是符合人類社會狀況的。所以人生在世，無論你的生活貧富，一定要做好事，不做壞事，保持善良，敬天敬神，樂於助人，這樣就會積下福德，來世就會有福報。在中國過去的老人們經常講，今生苦點不要怨天怨地，多做點好事，多積點德，下一世就好了。也就是說，上一輩子沒有幹好事，沒有積福德，你求神來幫助也沒有用。宇宙有宇宙的法則，神也得遵照，神干了不该干的，神也会受到责罚，不是人想的那么简单。你想要什么，神就得给你办到。条件是你必须有前世积下的福德，用福德来换取，因为这是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。但从根上来讲，这不是积福德的根本目的。人生在世多积福德，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自己回天之路，才是最关键的，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。诗李洪志，壬寅年腊月29日，2023年1月20日。